大家好，我李佩尊，今日同大家介绍你哋一本一套嘅小说，就系叫《Harry Potter》。个作者系 J.K. 喺英国嚟嘅 J.K. Rowling。第一本书喺1997年出版，用咗10年嚟完成呢7本书。这个故事就是关于 Harry Potter 和他两个的朋友对付他们的敌人，是 Lord Voldemort 伏地魔。今天和大家表演一首关于 Harry Potter 的歌。